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翻到嚟 Crazy Guy Wonderland 嘅 channel， 我系 Crazy Guy。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绍下现时排名第七3157 mmR 呢位玩家用紧嘅队伍啦。佢用紧呢队咧都系 Dust 与鸟嘅组合啦，但系咧佢中间只鱼咧就有啲唔同嘅，佢只角咧就唔系一般人哋用紧嗰个 Bumpy 啦，即系每弯就可以加20吨个招嘅。佢就用咗招 Grab Surprise 啦，咁可以令到人哋 Fear 一 turn 啦，系啦。咁佢有呢个几特别嘅改动，但系我想今日重点介绍咧就系佢只鸟啦。佢只鸟咧就系、是、加咗 Echo 角嘅，咁佢咧就我觉得佢就会系对付一啲可能而家太多加速鱼嘅情况底下啦。咁一般嘅鸟咧冇可能下 turn 会快过嗰啲加速鱼啦，咁可能形成咗咧佢就会劣势啊，对住嗰啲加速鱼嘅时候。咁但系佢而家加咗呢个 Echo 角之后咧，咁因为佢基础速咧基本上会高过嘅嗰啲加速鱼啦，所以咧就算大家同样加速嘅情况底下咧，佢依然可以喺下一 turn 咧快过嗰啲加速鱼咧作一个先攻嘅优势嘅。好啦，我哋事不宜迟，我哋即刻睇下呢位玩家点样用佢呢队队伍去挑战一啲喺 S21里边比较 meta 嘅队伍啦。
好啦，大家睇完头先嗰几场 battle 之后咧，就会发现咧，佢呢个队伍咧，佢中间嘅鱼咧，当然啦，佢个角换咗，唔系 bumpy 啦，咁但系佢嘅坦度啊，佢都系相当之高，因为佢依然系有 catfish 啦，佢个背破盾之后又有得加工啦，佢嘅实用性咧依然系存在嘅。咁佢最后嗰只鸟嘅话咧，又要加咗 Echo 角嘅。嘅關係啦，咁去對付一啲比較可能加速魚啊，或者一啲加速嘅 mat 啦，咁佢依然係有翻佢優勢，因為如果佢本身係一隻全鳥嘅話咧，佢就冇得加速咧，咁對付一啲加速嘅 S 嚟講咧，佢咧就冇咁有用啦。好啦，咁今日影片就差唔多啦，咁大家中意我影片嘅就記得 like 啦、share 啦、subscribe 我 channel。打開小鈴鐺，咁我一出新片嘅時候咧，你哋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我嘅通知噶啦。好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